针对这段时间发生一挂代志，咱就感觉心内足艰苦。为什么调查局伊要来针对在野党候选人的行踪，要来做情报的收集？为什么咱候选人若去拜访什么人，啊，都爱报告互因知影，顺便都爱估看这个人有支持有无？啊，若支持，啊，会影响几票？各位，你甲看，台湾的民主经由几啊十年，足侪前辈者牺牲打拼，偌济人来去，互掠去坐乌牢，偌济人牺牲着性命，偌济人踮遐打拼，倒栽掉。